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诚信二字，这是一个不变的信条。殷祖荣在创业之初就把这两个字牢记在心，几十年的打拼，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他脚踏实地把产业发展成为了具有多元化的知名企业。今天呢，我们又接了一个老客户的单子，那我希望呢，大家呢把手上的事情安排好，全身心的投入，我们一定要做到客户300%的满意度。这个部件虽然是合作了多年的企业，拿着新签下的订单，殷祖荣仍不敢懈怠，迅速的召集研发团队，根据客户的要求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研发。殷祖荣出生在江苏盐城市东台，18岁那年，恰逢一家国有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企业招工，殷祖荣有幸进入了这家企业。凭借着聪慧的头脑和认真好学的态度，入厂不久后的他便进入了加工研发组装生产一线，这一干就是10多年。就因为这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接触了这个行业，所以说呢，让我也更加的喜欢这个，琢磨这个加工机械，对我们这个行业和对这个人力的这个解放和让人更加轻松起来。多年的从业经历使殷祖荣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不小的感情。然而由于那时的企业生产经营过于单一，这对于渴望发展的殷祖荣来说不得不产生了新的想法。已经而立之年的殷祖荣终于离开了那家企业，利用所学的技术，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然而也就在事业刚刚开始不久，一次死里逃生的重大交通事故让他再一次站在了人生抉择的交叉口。正好呢，那次呢一个车祸呢，就整个的这个车子也毁了，然后呢我的胳膊现在还夹着那个18针，当时用钢筋，2年以后才恢复的。那我父母呢，当时感觉这个，就说这个销售的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像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说没有必要对这个这么拼嘛，万一出个啥事儿，命都没了。家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殷祖荣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青春既然已经全部交给了这个行业，而半途而废无异于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在坚定的决心下，殷祖荣又义无反顾地朝着他所认准的目标继续走下去了。在坚定执着的信念下，殷祖荣终于迎来了第一张订单。按照企业的要求，在顺利地交付企业订购的糖果包装机之后，在售后的信息回馈中，殷祖荣却发现了令他不安的问题。对我们当时刚刚开始研发和设计的机器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微小的这个毛病在那边，让他呢走着走着就有那个废带。比如说我生产1小时或者2小时，哎，我就有一个废带出来，或者浪费那个带纸。由于殷祖荣提供的糖果包装机生产效率很高，为这家企业生产创造了不小的利润，所以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把多废弃的包装纸放在心上。但在殷祖荣觉得自己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要考虑长久的发展，那就必须要处处为客户着想，只有带着责任和诚信，才能够将事业做大做强。精神的依托成为了殷祖荣无限的动力。在半年来而往复的调查与实验中，他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解决了也是他在今后研发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问题。点滴事物彰显了殷祖荣的为人和品质。
从作坊式的生产和销售，殷祖荣始终保持着一颗不变的工匠之心。2007年，在行业内已经颇具口碑的殷祖荣，斥巨资在家乡东海市兴建了20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并且成立了江苏海特尔机械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也预示着企业的多方面发展。海特尔从早期的生产各种糖果、巧克力加工与包装设备，发展到开发设计生产各种涵盖烘焙类、营养健康类的加工与包装，整厂设计、安装、调试、生产交付一站式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智能制造，为客户在管理中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公司由糖果加工与包装机械已经发展到目前80几个产品，自动生产线。目前糖果、巧克力和营养棒生产线，还有米粉生产线，荣获江苏省中大装配首台套产品，并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称号。海特尔公司从事研发的各种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是一种非标准行业产品，在研发过程中要充分地考虑到食品原材料的特性和包装纸的材质，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才能进行开发设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定制。2016年，与海特尔公司合作近20年的江苏连云港某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将一份订单再次交给了殷祖荣。根据客户要求，殷祖荣迅速地组织了研发设计团队，亲自与团队成员一起开发设计客户的新产品，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产品送到客户的工厂。2016年，我们公司呢从江苏海特尔公司买了2套这个全自动生产线。这个在一次呢那个生产过程中，在下午的时候啊，出现了设备异常。当时呢公司打电话到海特尔公司，他们公司领导很重视，这个及时的组织相关人员开着车赶到我们公司，连夜进行抢修，保证我们呢第二天的生产能够正常进行，同时这个让我们的那个产品能够顺利的出口。对待责任的态度再次印证了殷祖荣多年来所走过的正确道路。如今殷祖荣不但在国内市场占领着一定的份额，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产品推广到欧美、东南亚以及中东、中亚等国际市场，用极具匠心的中国产品服务于国际市场。殷祖荣的研发团队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了设计出新一代的全自动加工与包装的智能生产线，他们还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在殷祖荣的带领下，我们也相信凭借着他们不懈的精神，他们一定会向客户及社会交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殷祖荣在他30多年的经历当中，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他只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到了细致入微。他回馈社会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良心。在倡导回归实业的今天，这一切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吗？